收看我们精彩的鸡同鸭讲。今天邀请到这位主角呢，是一位全才型的女艺人，不仅能演能主持，还最近出唱片，而且她每次在连续剧最高收视率的时候呢，就会来到我们金曲龙虎榜呢，跟大家呢来抗议一下哈。上次是英雄世家，这次是我家出扒手，这部戏呢这个非常受到大家喜欢，一起来欢迎我们陈美凤小姐。另外一位帅哥呢，也是我们同期的好朋友李亚明先生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来，把话说好哈。这个我们陈美凤呢，大家都知道她一位名节目主持人，而且戏又演得好，而且呢，她的演戏的题材呢都比较宽广。不仅是演这个少女，甚至演四五十岁的妇人呢，也演的是丝丝入扣。当然，李亚明也是全才的艺人啊，大家知道他以前演过很多的戏，虽然没有什么出息，但是啊，不，虽然说没有出错，但是呢，非常好，非常优秀的一位啊。两位怎么会成为好朋友？这个我们是很难想象得到的。我跟他两个其实都还没有在。是在他老婆以前认识的还是？哎，对哦，对哦，啊，所以他老婆就没话说。都是在同一个这个传播公司里头接受训练，然后呢都希望在这个圈子有所为，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苏芮。那你是以唱歌为主吗？那时候就唱歌了。那个时候喜欢唱歌啊，然后那时候压力比较比他们都要大，因为两个都到后来出唱片出得那么好，然后后来我干脆就从秀场发展，穿的也非常的露感了哈，比较活泼一点。是那时候我们才知道陈美凤身材真的不是吹牛的，要早几年哪有宫泽理惠，对不对？我记得两年前拍过戏。你干什么？没有关系。以前认识他身材不是那么好吗？没有没有，你讲到宫泽理惠我才笑嘛。我觉得不能比较，太好笑了。所以说美凤的真是也是算这个机运相当好了，因为一般像他这种慢慢已经出道那么多年了，突然又有一部戏在翻身的时候，这个是。这个相当奇迹啦！你讲话真是毒啊！没错，没错，我人家也没有，其实都还算平稳啊。哦，平稳中翻身啊！哎，对对对，这样可以啦。谢谢啊，很有力气。你养他讲话是很毒啊！本来没事，你把他挑逗起来。我两年前记得他还拍写真集，我那时候写真集都好像没有露嘛。那比较保守啦。他送我跟他看，我建议说啊，那时候宫泽理惠很流行，在拍那个。对对对。我说你拍，既然要拍，就给他拍成那样的，为什么不拍呢？他说年纪也有啦。不是啊，我们一直强调年纪干什么？不是，但是人家公车里会是十几岁拍的，所以说年纪还在讲这个，是吧？比较累一点。亚明觉得他歌唱的好不好？嗯，还要考虑一下。要笑了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呢，台语歌我又不是听得很懂。你最近出的这个歌叫什么？我情的放不记。那我想现在很多的国语人都会听闽南语唱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会听、啊，而且歌词都写得很好。而且现在的闽南语就是蛮清新的，都加上一些年轻人的那种样子来写的，因为以前都是比较艳嘎的味道了哦，一些转音啊，日本的那种很多那种唱法。但是现在很多的民歌西餐厅的歌手都也会来诠释这个闽南语歌曲、嗯，那我觉得那种曲风还有唱腔都会觉得很清新。那互相带动之下，你会觉得闽南语其实现在质感越来越好。你怎么有人打哈欠呢？可以同时打哈欠。好，来我们看看我们陈美凤的鸡同鸭讲。鸡同鸭讲。美凤啊，好久不见了，听说现在大家都叫你阿布啊。不会吧？怎么可能呢？哎，请问大家看到你都怎么打招呼？阿布啊，我看你叫伯天啊，你招人家怕、啊哎？太惨了吧？那你会不会很难过呢？你搞叫阿布啊，我今天真个叫怕的。好，不要理他们啊，我们还是赶快来问问你的好朋友李亚明。亚明啊，你觉得美凤的身材怎么样？对我肠胃不好。有这么可怕吗？为什么呢？哎，亚明啊，你怎么笑得那么邪恶呢？你觉得美凤的身材究竟是？视觉上的享受。你怎么会那么清楚啊？躺在一个床上，哎呦，这是……啊，太夸张了吧！你都结过婚，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了，你怎么做这种事呢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……哦，我看你待会儿回家怎么跟老婆解释？很容易哄。你都怎么哄她？哎，满足她，
这么简单吗？可是老婆对你那么信任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同样的事情做十几二十次，做久了就麻木了。哦，原来你是喜新厌旧型的男人啊。只要是比较新鲜没有尝试过的，我都想试试看。美凤啊，这会儿你看清楚亚明的真面目了吧？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你别急别急，来，赶快想个办法吧。给他钱，就这样解决了。美凤，你小心亚明狮子大开口哦。我已经习惯了吧？什么习惯了？你是说还有别人啊？哎，谁呀？胡光。什么？是瓜哥？哎，你怎么那么喜欢有妇之夫呢？每一个我都去给他泡一下。日本的温泉洗澡。做这种事，万一东窗事发，那不就……在国外反正也无所谓啊。就是在国外，反正怎么都认识我、啊。哦，那瓜哥除了是有妇之夫这一点之外，你还喜欢他？他穿四角裤的。我当时穿四角裤，但你蛮好啊，你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说我穿四角裤呢？他是说我游泳都穿什么样泳装？我说我喜欢穿那个连身四角裤的，他连身剪掉。太老大了，刚刚是你们躺在床上是怎么回事？没有啊，他问到我这个有没有拍过这个床戏嘛？然后回家怎么哄老婆，就是满足他。家庭不幸福，无什么拍包，出来看可以，你敢走？没有，他是说我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？我说我。没有吃过，没有尝试过的，我都有兴趣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哎，那这个泡来，这个泡一泡，这个没话说了吧？看到男生就泡一泡了。那是说我去日本泡温泉，我就喜欢泡每一个，我都给他泡，因为在日本，日本很多那个洗那个温泉是很多的药水，这个有什么药水、硫磺什么什么很多。那我是很好奇，每一个人。在日本有是去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也去洗过温泉，那温泉是在户外也有户内有，那刚好是下雪你知道吗？很过瘾哦，所以很多人都一到洗户外的温泉，洗户内都没有意思，那不如到三温暖去洗啊，在户外洗就可以享受那种有时候看到那花，有时候下雪嘛，下雪哇，那你泡在里面剩下一个头，会觉得很冰嘛，那觉得人都跳起来，有冰的，对，有。有，我真是。那你们看身上反应都不一样，感觉就很舒服嘛。你的表情也蛮好的。不是、啊，身上会有不同的反应嘛。对。啊，陈美凤最新的作品叫什么名字？摸进来放袂记。啊，谢谢。